选手是英语学组合，这个组合的三位选手分别代表了林大体院的三项冰上运动，短道速滑、花滑和冰球。他们的参赛曲目是冰天雪地。好啊，俊男美女，这你装什么来头，居然能把李宇冰和玉言两大男神凑一块儿。大家介绍，这个是我女朋友。是我的，凭啥？哎，这女生叫什么呀？唐雪，我舍友。